哎，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专案哈，并且开始撰写程式。首先呢，第一个哈，在 Eclipse 里面呢，新专案的 new file 里面有 new， 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呢，本来是 for 开发 Java 的，我们只是拿开发 Java 环境来写 Python， 那也是 OK 的啦哈。那只是说呢，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出现说你要建哪一种专案，所以 new 的时候，请你选择 other， 它不会预设告诉你说你要的是 Python 的专案，所以你选这个，选 other 啊 new file new， 然后 other OK 哈、啊、，other 里面的话呢，你就是先找到哪一个呢？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是利用有一个外挂叫做 pydiff 里面的话呢，哈，它就可以让我们写那个Python 的专案在这里哦，特别是哦，所以呢，如果你要建专案的话，第一次记得要找到那个 PyDev 里面的 PyDev Project， OK， 记得是这个哦，因为主要我们是利用那个外挂帮我们建专案哦， OK， 所以就选这一个，选这个之后的话 ，Next， 然后 Next 之后的话，哎，你的专案名称叫什么？因为叫 Test 好了，一般习惯就是叫 Test 哈、哦，或者其他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那接下来的话呢，底下请各位注意一下啊，名称 project name 给他之后的话，底下多选一个，就是他这边有一个叫 create， 有没有 create 这个 src， 这个请各位选一下，因为呢，我们必须要建个专案之后哈，专案名称叫 test， 那底下需要个 package， 这个概念跟那个 Java 蛮一样 ，package 里面呢再放我们要写的 module。模组，所以呢，如果我今天不建，不想要自己建的话，我就干脆让他帮我建。所以记得哦，一，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二的话呢，记得选 create src， OK 哈，然后呢，按 finish 就好了。OK 啊，他会跳这个了哦，所以直接选择一个 no 好了，这个就直接就 OK 了。那你就直接怎么样？里面就 src 了，有没有？这个是专案，这个就套件 packages。那 packages 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记得哈，再来就要第三层，请你在 src 上面哈按右键，右键之后的话呢哈，他会问你说你要做什么，哎，你就在这边哈，把它 new 一个什么 ，new 个 module， 不过呢一样，第一次可能他也还认不得说你里面的那个啊 Java 的那个，所以请你选择 other， 好，按右键 new。Other， 然后呢，请你选择什么？哎 ，PyDev 的 Module， OK， 好，所以特别注意，第一次是新增那个 Project， 然后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SRC， 在 SRC 上面按右键 ，New 一个 Module，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哦，以后如果你要写任何的程式，一律都是 Module 在 SRC 里面写，好，所以以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是按右键 New 一个这个 Module 就可以了，好，所以这边的话一样，我把它 Next。好，然后请你在 package 名称这边空下来，主要是 name， 这个 module name 叫什么，那我们就叫做也许也叫 test 好了， OK， 或者叫 test01 好了， OK， 好，第一次的测试，好 finish，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这讯息啦，把它 cancel 掉好了，反正这个它要不要 template， 不要 cancel， 那、啊、这个要不要、哦、跳一些东西设定，不要了 cancel，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所以基本上写程式就在这里了。所以先建一个 project， 然后预设有一个 SRC 里面一定有个 module， 那我们就把程式写在这边。那我们要写什么？特别是我们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比如说在那个 Python 里面变数的建立不用宣告，特别是不用宣告哦，跟 VBA 一样不用宣告。比如说我今天建一个 A 好了，A 就是一个变数，自己取的名称啊，等于什么呢？我又丢一个值给他 ，A 等于 3，Enter。这个时候的话啊，它就会在记忆体里面帮你把3放进去。那形态的话呢，因为它是放3，是一个数字，所以呢 ，A 的资料形态就是数字，就是整数了。OK 哈，所以呢啊 ，Python 跟 VBA 一样，不用宣告。哦、啊，好处你会发现好处蛮多的，不用宣告嘛，这太好了。很多东西就不用在想说，哎，我这个变数到底要放什么？哦，它要宣告成什么形态，叫什么名称？不用了，好、哦，你就先 B 等于5。哎，所以我要建一个，好、
然后呢，再来的话呢，我建一个另外一个变数叫 sum 好了，等于什么呢 ？a 加 b。Enter， 哎 ，a 加 b， 好 ，Enter， 好，那帮我把它 print 出来，所以打一个 p， 哎，你会发现 print 的时候会自动跳出来，你就是 Enter 就好了。print 什么呢？刮胡，把这个 sum 帮我把它 print 出来。好，程式写完了，反正就是很简单的、啊，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啊。反正我就直接把3放到 A， 把5放在 B， 然后把它两个相加，最后 print 出来，把 sum print， 啊，结果应该是多少？应该8嘛，所以它、啊、怎么 run 它？很简单，上面有个有没有这个 run 一个箭头嘛，一个 play， 有点像 play 的按键，按下去，然后呢，他问你说要不要 run 它？哎，你就 run 啊，实际上他就把这个点 py 的 module 档指向哪一个？刚刚我们不是有那个吗？设定那个 python 点 exe， 它就是 python 点 exe 是空一格，然后就把 test 01点 py 帮我 run 了 ，OK。那当然，以前我们如果要自己下指令也可以。可是没有那么无聊哦，那么他直接你就把它撞一下 ，OK， 再 OK 一下，那你会发现哦，底下的部分呢，它结果就出来了 ，8，OK， 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练习。不过这里哦，特别注意哦，教各位一下，就字太小了，有没有？字要怎么放大？其实哦，方法很多，以前。刚开始要设定很多地方，不过后来发现一个更很简单的方法，你只要什么呢 ？Ctrl 键按住 ，Ctrl 加，在这里面呢按 Ctrl 加，但是加不能用右边的那个数字键的加，你要用上面的加 ，Ctrl 加 ，Ctrl 加就放大啊 ，Ctrl 加有没有？哎，放大字有没有？哦 ，OK， 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把它预设太小了 ，Ctrl 减。记得不能用数字键的哦，只能用上面的 ，Ctrl 键，有没有？哎，这样子，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一建一个专案，二建一个 module， 请你写一个 module， 这么简单，执行可以，那表示你已经进入 Python 的程式领域了。OK， 好、哦，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哦。那反正以后建专案就这样了，专案里面就建 module， OK。固定的步骤哈，啊，其他没有别的这个原因，你不要做其他的动作，就一定不会错。OK 哈，试一下哈。你去找那个 exe 啊。认取这个。能取的这个，不行。